看咱菜怎么样了。啊？茄子咱家要金钮的。就这么一个。走吧走吧，看哪家看哪家，看哪吧。我的小菜园。我俩走了啊。嗯呐。黄瓜，还有点豆角。别让他卡倒了啊！啊，你真不干，快走！这能了啊！哎呦我的天儿啊！这家吓我一跳啊！我这是……哎呦我的天！吓一跳！姑娘啊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这小菜多好，这两天天热，红的多了哈，就是不甜，不甜，回家拌白糖，咱进屋洗洗的拌白糖吃。我看看能不能找个草莓。那还没看着呢。啊？你地方就不对劲，是这边来。小草莓。哎，你不乐意吃白的吗？啊？你不乐意吃白的吗？行啊，这都长不起来。这样的好吃，硬上还有点那种味儿。我先把这个薅，豆角子。看爷爷能给找大的哈，吃俩行了，吃多了不用吃饭了，行吗？行不行？咱俩走啊。走吧，走吧，不来了，有点咬了哈。嗯。走吧。咱家蒜苔也能吃了哈。那必须的了，都多大了？这么大了。嗯。